赛。你是总冠军吗？总冠军是2008年啊。去年的。2008。好，2008。他从小就看职棒，中华职棒。够标准了，够标准。好有意义，好有意义，好有意义。他那次他自己一个人去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在中后头累了，他在车上睡着了，也是最后一班火车。到了双溪，我才去双溪把他带回来。已经12点多了哦。哎，阿叔，啊，你今有看手机啊？今几拍无？落几拍？啊，迄落你看今敢袂拍哩？啊，就敢做了，看球啦，都不出去玩，都不出去玩，我们从来没有出去玩过，也没有全家出去玩过呢。啊，到现在老了哦，叫他出去玩也不要。没下雨会比啊？他应该不会，我头昏，迄个地方落都袂拍哩。台湾大联盟国小三年级，加南勇士D金刚，到现在我国小三队到现在，他、啊、就喜欢了，对啊，真的是喜欢。2013年 WBC 那个时候，大街小巷都在看棒球这样子，没有棒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吧。对，都是一个入冬的，都是第一棒啊。入冬了，然后那个王威成，要不是恰恰，应该是恰恰。哦，好多人啊。对呀、啊，有啊，两组。我那时候是大学，还在上大学，然后是在我那时候女朋友的家里看，然后她妈妈也在。就哇！哎呀，哦，赢了！因为他妈妈那边我不敢太激动，然后又他妈妈可能又想要看其他台，我又不好意思按台，因为可能转一下那个。哇！大鼓起一下来，然后全部人开始疯狂玩波浪。2013年经典赛，就已经可以晋级，可是最后还是落后。然后那时候展元就哭说：“我真的好想赢韩国。”奥运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第四棒，就是为了上垒，对，奋力扑下去。最爽的那一次应该是2003年在札幌，然后高志刚打那个再见安打弹过去那一瞬间。2015年的世界十二强，就是林志胜打古巴的那场，那个好像考卷发下100分的那种感觉，整个热血就沸腾起来。每个人的生命中、生活之中，都会有一段棒球的记忆跟经历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串联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 link。那不管是多小多大啊，老中青这几代，我们都是因为棒球而聚在一起。然后，可能一个被接杀，我们大家就互相爱一生这样子之类的，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共同的，不管年纪，大家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。小时候开始看棒球，从国小看到现在，很澎湃啊！对啊，就是哦，内心万马奔腾。对，就是大家都来自各自不同的球队，是遇到了比赛，然后大家都会团结一条心。球迷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，就是冲就对了。风会感觉一种魔力，你不去啊，你袂轻松啊，因为球场在震，我也带动投手到处到用腿啊抢，哦，这个震的时候。特别欢喜声，真正是，哇，迄真正伊真正是，哇，迄个咱真正袂晓讲，迄是口罩因会袂穿，所以有哪里来球员，球拍输会流目屎。台湾球迷真的很可爱。
台湾球迷就是像刚刚讲的疯子，不管输赢，他们都我们都会支持，就是很傻，都是很可爱。